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摄大声论讲记》，那我们讲到第432页，也就是16相里面的第二相。16相里头的第一相就是什么？自性啊，有五种自性啊，是要去离啊。有五种哈、啊，等于是要离五种相以为自性啊，离五种相以为自性。好，我们接下来呢，那么是第二个叫做所依啊，说诸菩萨所依非性而是心，是无分别智，非思异种类，有没有？啊，菩萨所依的呢，也就是所谓的。非心而是心啊，那因为菩萨所依的就是无分别智，那无分别智呢，它是非心而是心啊，而且呢，无分别智呢，它是非思异种类啊。我们在第432页，我们继续看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心所法升起，有没有？都要有其所依啊！啊，我们的心王心所，心指的是心王，心王是什么？八识，有没有？啊，有八识所引起来的心所法，所以在唯识系里头，在这部分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第六意识有51个心所，有没有？前五识有34个心所。第七意识有18个心所，第八识只剩下5个心所。也就等于它每一个识，每识，这个我们的这八识里头都有不同的心所。那它其实都要有所依啊。要有所依。那所依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智。那这个智呢，是透过初分别，到细分别，乃至到无分别的现前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无分别智的现前，它是一种无漏心所啊，无漏心所啊。那么其实无漏心所它还是有所依的哦，有漏心所呢啊，那么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是有漏心所啊？为什么有漏？因为有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因为有所执着。我们的执着没去除，我们的烦恼也去不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那菩萨的无分别智啊，到底是依在啊，所依的到底是不是心呢？那心有思量分别，也有啊，那但是我们所熟悉的是不是思量分别啊？这个前六识有分别的特质了别啊，所以在唯识30颂里头，三能变有没有？前六识是什么？了别能变。第七意识是思量能变。第八意识是意熟能变啊。所以呢，心意识六七八，第六七八识合起来都叫做心啊。那心有分啊，有思量分别。那所谓的无分别智呢，就是不能以思量分别为所依啊，所以呢会说它非心，非心啊。那虽然不是平常的分别心，也就无分别智的现前的时候，它不是平常的分别心啊，不是没有平常的啊，就是说不是平常的。不，我们的平常是不是都有分别心啊？无分别并不是没啊，不是平常的分别心，而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绝对精神的直觉啊。所谓的绝对呢，就是真理现象是一种绝对的现象。因为我们都习惯在世间的相对现象来。我们在现象上啊，可以看到的都是相对的，有大的就会有小的相对，对不对？有善也有恶的相对，有长是不是有短的相对啊？有生就会有灭的相对嘛。所以我们在世间法里头所看到的相都是什么？相对的现象。
而我们所谓的出世间法，它是不是就是超越啊？一般我们比较讲是超越世间的现象，所以它会呈现无分别智的一种境界。所以这种境界不是我们世间法里头所熟悉的啊，不是所熟悉的。那也因为它超越，说我们其实用绝对这样子的词比较少啊，但是呢，因为要去相对于相对这样子的名的这个词啊，所以这个叫做一种绝对精神的什么直觉啊。那么也等于说到圣者的无分别智现象的现前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绝对精神的直觉，没有任何的分别，也没有任何的思量啊。那也因为它还是精神的啊，所以说它还是心，但是呢，它不是思意种类啊。所以这个叫做是非心而是心啊。那么也等于说，在这里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平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分别？其实是出自于这里的，因为一直往外看什么，在分别相啊，在分别相啊，啊，那这个部分，这整个都叫做心呢。其实这整个都叫做心，只不过我们用的会是比较什么浅的心，我们生活上的，这是活着的时候才能用哦。所谓的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个还存在，叫做活着。当这个不存在，是不是就死亡了？死亡它还是延续的哦，是这个在延续嘛？那在无分别智的现前的时候，我们常说它必须有定。当我们没有这个定力的时候，不止我们往外，并且这个地方也会影响我们的分别，我们的那个第七意识其实一直在分别，不，这里叫分别了哈，比较粗的叫做分别或者叫了别，其实这里一直在思量。我们的第七意识是我们自私自利的泉源，我们的自私的心是没停止过的，这里是一个思量的来源。所以我们的那个自私的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分别啊？所以呢，我们的第七意识越是杂染呢，我们所分别的范围就越狭小，然后就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第七意识很杂染的话，就顾不了别人，只顾我自己都来不及，这样理解吗？所以他也一样，他是在做对外的分别，但是会被这里所怎样影响着。好，那么我们说要从这里一直慢慢的往上呢，那么就要让往外的分别的心要慢慢的怎样能够降低啊。因为往如何的去降低呢？因为往外我们对有情众生是不是也会执着某一个人啊，生来我们执着父母兄弟姐妹啊，这些在长大了哦，又是老师又是同学啊，在更进入社会还有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啊？啊，所以我们几乎是往外的。那么我们就说，我们会觉得往外看似有意啊，然后慢慢要把它怎样转为什么肆意。他的有意不是绝对，不是强烈的有意，是因为我们纵然不管再怎么样执着，其实我们在有情众生上是不是离不了生老病死啊？啊，我们越是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不是越怕他死亡啊？他的死亡是不是造成我们更大的什么痛苦？啊，如果与我不相干的话，我们听听就算了，没什么感觉，是不是？啊。那个就是执着程度上面的差别嘛，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往外除了有情众生，还有什么这些物质
所有的一切物质的形成是不是也有它的成住坏空啊？这个都看似有意，实质是不是还是，就说也不过只是四意而已了。那要到这里才能够证得什么无意嘛？那么所以呢，当我们从有意转为四意的时候，表示往外的那个强度会慢慢的降低，因为我们执着了半天，其实终归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啊，不是真的，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什么缘灭的现象，因为缘生才会执着嘛。终究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不缘灭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执着那些现象其实意义不大，意义不大，但是我们又难免，那于是呢，就是要能够从初分别进入什么细分别，要知道因缘法是非常公平的，是非常平等的，是任我们自己排列组合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变成说我们点点滴滴，我们的那个心的里头的念头要不断的去怎样起善的念头，善因善缘是不是将来才可能结出什么福报嘛？如果恶因恶缘呢，是不是业障自然会现前啊？这些谁都替代不了的，所以呢，要慢慢从初分别进入什么细分别，并且呢，当无意，无分别智的现前的时候，其实他还要有定去辅助的，去扶住他的辅助，去扶什么细的，所以我们的对真理现象的那个无法去验证呢，往往就是这里扶不了的话，那也无法验证。当然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呢是最大的关键，那这里的智慧的关键呢也是累生累世累积过来的，我们也必须要有宿世的善根因缘，我们的每一辈子的慧是不是才有机会去累积去成长。我们的智慧的成长是，越能放下才表示越有智慧，而不是越想要去执着那是怎样越没有智慧，是越愚痴的，因为我们执着任何有情众生或气世界是不是都没有太大意义啊，所以呢，我们说这里呢，一旦扶住的时候会觉得它非心呢，因为它不起思量，但是呢它又是有心的，因为我们会从什么第六意识去验证到现那个真理现象的现前，它其实还是在用着心。为什么说它非心呢？是因为第七意识暂时停止了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个的时间不长，它如同一道曙光而已。但是这道曙光是很重要的一个验证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验证。我们现在都没办法验证，那一定是在这个下头的了。如果能够在菩提心上面就算不错，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往上提升。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心不仅要从佛法来，而且还要自己身体力行。我们要舍得掉我们对色身的一个执着嘛。我们的发心是不是也在舍我们的色身呢？所以发心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是心而非心啊，这样理解吗，之所以会有非心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扶住好像这个地方不起作用了，但是其实这里还是有作用，因为它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慧眼所见，所以我们说第一次见到真理现象的现前不是肉眼看到的，不是肉眼看到，是慧眼所看，所以他会从有分别到什么无分别，无分别的现前。那要到无分别，要真正的无分别的关键会在这里哦，要能够克服得了这里，才是真正的无分别啊，才是真正的无分别。好，
好，所以呢，在第432页，第432页第二行有没有？就菩萨无分别智的所依是不是还是心啊？当然是心，因为是不是在第六七八，六七八，第六七八三个事都叫做心，总说叫做心，尤其真常唯心系的，它就合起来就叫做心。但是唯识系它可以很细密的去做切割。好，那因为心有思量分别，但是无分别智是不能用思量分别的。因为当时候它一旦呈现的时候呢，那个思量分别是那个身系的思量分别，尤其第七意识它是没的，它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它会形成，所以这里说它叫做非心嘛，所以它的非心是不是因为第七意识它暂时停止作用啊，所以叫做非心。但是呢它还是有所谓的无分别智因为有所谓的无分别智叫做绝对精神的一种直觉，它是不是还是有作用的？第六意识还是有作用，只不过第六意识会从我们习惯的有分别变成什么？无分别。它的一个很大的关键也在于第七意识的扶助。当然第七意识的扶助不是只有用定来扶啊，在过程中是不是一直用慧在扶啊？也就是我们越是往上呢，它的杂染越少，越是杂染它就越往下掉，所以第七意识的那个它的杂染的成分会影响着我们往上或往下，这样理解吗？越是自私的人是不是他越往下掉的机会越多啊？越是不自私的人他才能够越发心的人他才有机会往上嘛，他才有机会往上的所以他的所依是不是也是心啊？但是呢却它不非思量思意种类，这样懂吗？那个就是因为不是思量所能够怎样，那个这个时候思量是不起的思量是不起的嘛，所以我们讲说这里叫做了别能变，这个叫思量能变，而这个叫做什么意熟能变。那么我们能在第一大欧僧祇劫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第七意识的那个杂染的成分要慢慢慢慢降低，才能够慢慢慢慢提升它的杂染越降低它就越提升，那越提升也表示这里越降低，但是它还是有杂染，因为这种杂染一直要到这里才 清除完毕它这里还要到七地菩萨圆满了，第七意识才消失掉，这样理解吗？所以他纵然到了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他这里是不是还是有杂染，只不过用定来让他先暂时不要起作用，所以叫做非心。但是有没有心？他还是依在心上面尤其依在哪里？第六意识上头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八识里头首先用功用在哪里？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关键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也才有机会从分别到无分别，有分别到无分别也因为这个它没有非思量，所以叫做非心所以它是思虑有分别心为加行所引起的。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段这个叫做加行智，有没有我们有生得智，然后呢就要用什么加行智，要加行，所以加行才让我们有机会往上嘛我们的生得智要看是在这里还是在下面那就这个关键就看发心的程度还有对法义的理解对法义的理解是不是才有机会提升，但是也需要怎样发心，尤其菩萨道上我们说是这个悲智双运，有没有？你要有悲心，不是只有智慧
啊，要有悲心啊，悲智双运嘛，啊，所以他也是透过什么加行啊，啊，并且这种加行在过程当中是不是都还是思虑有分别啊？也就等于说从初分别进入什么细分别，才可能无分别的什么现前。哦，那么导师这个，所以这些加行啦、啊、或是什么，是不是还是要有心啊？尤其加行是加行在哪里啊？第六意识啊。我们现在听经闻法，是不是第六意识在加行？哎，其实是第六意识在加行。当然我们也要善用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但是关键在第六意识的加行、哦、从不明白到明白、哦、从明白到逐渐放下，从放下到慢慢提升，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加行、哦哦、好，那我们看一下附论哈。大圣说呢，通达一切法无分别的，就叫做真心，也叫做正觉，或者叫做智慧等等、啊、所以无分别智呢，又等于是、啊、这个叫做真心、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以下呢，都叫妄心。妄心，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是妄心啊？哎，那个为什么是妄心？因为跟第六、跟第七意识的杂染有关。只要第七意识我们控制不了，其实都是妄心。因为片计所执，是不是都会有第七意识的那个产生哦？哦，那所谓的菩提心是一种觉心，对不对？觉的心，那要觉得正确，是不是叫正觉啊？哦，要觉得很正确。如果觉得不正确，是不是又走偏掉了？也达不了。啊、哦，所以我们说要从觉，要从菩提到三菩提，到三藐三菩提，是不是才可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好，那实际上呢，与平常的心智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哦，因为这个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啊、哦，所以龙树菩萨也讲，般若叫做智慧，这个是勉强而不相称的。啊，因为所谓的智慧它是浅薄的，但是波瑞是什么？甚深。啊，因为我们智慧也有俗智俗慧，也有偏真智慧啊，也有邪智邪慧，是不是？哎，那但是呢，以佛法来说的话，它最核心的是不是还是波瑞智慧？因为波瑞智慧讲的是什么？缘起性空，是不是讲在因缘法里头啊？不是只有讲在现象上，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智慧往往会比较在世俗的现象上头而已、哦、好，所以世间本来就没有与它相同的名字、哦、所以都会从它的因心观察等所起，勉强的用心啊觉啊智慧来代表而已、哦、因为到无分别智的现前，其实这个是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定义，他因为这个都还要经过一大奥生起劫才到得了的、哦、好，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有种种的因缘哦。好、哦，所以在第432页的这个论啊的本文就讲到，诸菩萨因缘有言闻熏习是无分别智及如理作意啊。啊，那这个其实也就所谓的四个欲流之，有没有？凡夫欲入圣流，是不是有四项啊？第一个是要什么？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要具足这样子的因缘啊、哦，其实就是要具足因缘了。好、哦，好，那这里来讲的话，啊、哦，其实也等于是这个四个欲流之了。啊，而且呢，这个所谓的听闻，啊，听这个闻，多闻熏习来讲的话，也是从什么名言教法而成，名言教法，啊，之后呢，才如理作意，啊，乃至于法随法行，啊，也就要把佛法当作我们的人生观来看待，
才可能法随法行，我们的所有的判断的标准呢，或检责啊，种种呢，都是透过佛法来建立我们的人生观啊，叫做法随法行。所以呢，必须具足这四种因缘啊。那第四个呢，所缘啊，诸菩萨所缘呢，不可言法性是无分别智，无我性真如，有没有？啊，菩萨到了所谓的无分别智的现前之后，就会成为圣贤菩萨，是不是？在这个之下的以下都叫做什么？凡夫菩萨，凡夫菩萨啊，所以他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就在于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啊，所以呢，根本无分别智呢，它是不可言法性啊。这个就是波瑞将入毕竟空，有没有？觉诸细论啊，但是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吐熟生，对不对？啊，所以波瑞，所以第一段呢，他还是透过波瑞将入毕竟空。这里是什么？究竟空。空的本质一样，量上的不同而已，对不对？所以波瑞道跟什么方便道，二道五菩提，对不对？那方便道做的就是什么言吐熟生的，这里叫做毕竟空。好，这个就叫毕竟空。所以它是觉诸细论的，叫做不可言法性。所以唯有透过法性才到得了，光是法相是不行的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说，哎，那唯识呢？因为它比较重相，它可以去形容啊，可以去描述种种高度的现象。但是能不能往上提升，其实还是要法性。所以我们上堂课是不是也讲？用唯识性而不是用唯识相啊，有没有？入所知一，有没有？入所知相啊，入所知相是要入到唯识性它才上得去。如果用相的话呢，不容易啊，会上不去的。所以叫做不可言法性，也是透过法性空慧，是不是才能够达到无分别智啊？啊，无分别智的现前，也就是无我性真如啊。啊，我们平常讲无我无我，是让我们透过我的啊，对我的放下才上得去，上得去。啊，这个我的最深的部分就是自信妄执啊。啊，我们的自信妄执越是严重的话，我们的我的成分是不是越强烈啊？越自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哦，我看到一些。这种比较这个什么女强人之类的，是不是那种越是强悍的那个，其实他的执着是很强烈的。哎，其实是强烈的，就是都以我来发号施令，全部都要听我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非常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啊，那佛陀也教我们，其实有我反而怎样？不容易解决事情啊，可能可以逞强一段时间，但是很难长久。哎，其实是很难长久的哈。所以呢，要越知道无我的话，其实才越有机会往上。越是强调有我的时候，就会越往下掉。啊，所以透过无我、无我、无我，那么性真如有没有？啊，那个法性验证到什么真如现象的现前，也就是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就是一种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所以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啊，是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啊，跟真理现象的好，越是能够去契合呢，就是要用很平等的心、平等的性去看待，
才能够跟真如相应相契。所以所谓的真如就是真理的现象，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到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就是依据真理法则。那真理法则是什么？缘起性空嘛，因为性空是不是就逐渐放下自性妄执，然后慢慢往上啊，它是有它的那个次第的，然后到了到了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就见到了什么真理的现象啊。所以我们说真理的现象它是平等，平等相哦，是透过平等性，所以空性又叫做什么平等性。平等性是不是才能够现出平等相啊？平等相才是真理的现象，不是空空如也之相叫真理的现象哦，它是平等平等的现象。所以越是无我，就是用一个越是平等的心来对待所有一切嘛。所以我们说，修行好不好，其实就在于我执的成分到底有多重。越重的是不是修行越差？越轻的话修行越好，越愿意发心，愿意为众生啊，越自我无所谓，没有关系，对吧？越是随和，所以这个是不是很自然形成出来的那个做人处事的风格啊？这个其实是骗不了的啊，就在于他的那个做人处事当中啊。有的人很难伺候，为什么难伺候？因为他自我的成分很重，就很难伺候，是不是？做这也没介意，做那也没介意啊，其实越随和的人，他是不是让我们没有压力？所以以前会觉得我们要学习着让人家不要有压力，也是一种修行。越强悍的是不是让人家越有压力啊？所以应该要逐渐逐渐的要怎样柔顺忍呢？所以我常讲说，我这辈子发现说，所谓的波瑞法门就是什么柔顺忍哈，给我很大的震惊。波瑞以为盖格兄，结果才发现说原来是让我们柔顺忍。柔顺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随顺因缘的关系，而不是一定要什么相。我们很多定很多目标，其实往往在相上头了。所以呢，要到无分别智的现前，其实也是无我性真如啊，它是透过法性而达的。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所缘啊，圣贤菩萨的所缘。透过了无分别智以上，是不是就叫圣贤菩萨？到无生法忍以上，叫做什么？菩萨摩诃萨，大菩萨，可以分身了。为什么能够分身？就因为第七意识的杂染消失了，才能够分身。我们只要第七意识无法处理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分断生死身，无法分身，就无法分身。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第七意识的杂染给卡住的。所以第七意识当然第七意识不是我们立刻能够去下功夫的地方，所以往往会从第六意识，因为我有第六意识才能够教导第七意识，所以我们下功夫还是下在第六。越理解缘起性空，越知道平等性的时候，越能够去慢慢的摆平我们第七意识的自私。所以透过发心，是不是也在摆平我们的自私啊？所以呢，我们说要来发心服务众生，其实是为自己。最后受益的是自己啊。其实最大的受益是自己。所修的功德也是自己的。也就是修了很多的善因善缘嘛。那福报也是自己能够去享用的好，那第五叫做什么？形象无分别智的形象那第一个呢正视，第二个呢就是通疑难那正视里头诸菩萨形象附于所缘中，是无分别智，
彼所知无相啊。啊，所谓的菩萨形象呢，就是在所缘当中，这个所缘本身是不是就是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本身就是什么？不可言法性嘛。哦，不可言法性就是无分别智。哦，那何谓无分别智呢？彼所知无相啊。哦，啊，这里的无相的无其实是无分别相的意思，不是没有的意思哦。哦，好，所以我们翻过来第434页，所缘还是在心。哦，也就是说无分别智的现象现前是透过心去看到的，不是透过我们的肉眼看。我们的第六意识是不是还是心啊？我们的心打造出来的慧眼所见啊，所以它还是心。哦，它的对象还是，就是说所缘还是心的一个对象。所谓的形象呢，就是心行于境所发生关系的一些相貌。哦，就是说无分别智的现象到底是什么样现象？它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无分别智嘛。也就是有所谓的无分别的境，它的形象呢不可说。为什么叫不可说？因为觉诸细论叫做不可说。哦，般若将入毕竟空，有没有？是不是觉诸细论啊？无分别智本身是觉诸细论，是无法言说的。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是不是就问到，佛陀就问正初果、正二果、正三果、正四果的圣者能不能说他正果？不能说，一旦说表示没正，一旦正就不会说啊，因为那个就是那么样清楚的现在眼前，现在他的慧眼前，不是肉眼前哦，那是慧眼啊，是在定境当中，其实是在定境当中所现的慧啊，所现出来的那种啊，在修定的这种状况之下所现出来的一种慧相啊。啊，所以无分别智呢，就在他所缘中呢，亲证彼所知的境界是无有名言相貌。啊，所以这里的无相可以说是无有言名言的相貌，也可以说是无什么差别的相貌，是不是一样的？啊，也因为是无有差别呢，才能够所谓真正的无分别，是不是就呈现出平等相啊？平等到无分别，我们只要有一点分别，是不是就不平等啊？不平等才能分别，我们都是看到的叫做颠倒相。因为我们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是不是一直在那边分别来分别去啊？哎，其实这是一种颠倒相，不是真理的现象啊。哦，所以这里的无相是无有，一方面也可以叫做无有名言的相，也可以叫做无有分别的相。哦，因为一旦有名言就会起分别。哦，就会起分别。哦，所以所谓的离名言的真实法性来讲的话啊，那么是无法言说的。而我们世俗智呢，就常常会去取形象啊，以形象来取着，一旦一取着了，一执着了，那个都不是真理的现象。所谓的真理的现象现前，必然是怎样放下取着啊。而我们第七意识从来没停息过的，有生之年没停息过，等到死亡之后，它有没有停息？还是没有停息的。哎，所以我们说，我们上面是不横的，下头是恒长的，才会流转嘛。哦，上头呢还可以休息的，哦，会停息哦。第六意识是不是也会停息啊？睡觉无梦也停息，对不对？那个入定的话也可以停息啊。哎。啊，或者休克，是不是都有停息的机会？但是下头是没有停息的。
哦，那因为它没有停息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见不到真理法，真理现象。也因为没有停息，所以它就不断取着。哦，就会不断取着。一旦取着的话呢，那么还是落入世俗。因为世俗是不是都还是在向上头啊？那就不是正法的正觉法性啊。哦，在以下不是正觉法性，到了这个境界才叫做什么？正觉法性。哦，这个就是菩萨的什么形象，也就是无分别智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就是平等平等之相，无法言说，没有任何的差别相，是不是？哦，它是平等平等之相，哦，这正是。第二个呢，就是通疑难，哦，相应自性意呢，所分别非余啊，次辗转相应，是谓相应意。啊，非离彼能全，至于所全转啊，非全不同故，一切不可言。这段有点困难哈，一旦看到通疑难，我们都会挫了一蛋，因为非常不容易解释哈，越解释越不容易。好，也就是说，所谓的法性它是没有形象的。何谓法性？就是因缘法叫做法性。啊，这个心经里头，心经讲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无色身香味触法无眼啊眼识乃至无什么异世界的种种，是不是无啊？啊，那否定式的符号其实都在讲法性，所以看到否定式的符号，心经、金刚经是不是很多否定式的符号？其实就是在讲法性空慧嘛，哦，那唯识系呢，是不是一直在讲法性啊？就是解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哎，哦，唯识它比较长于这些，哦，所以法性它是没有形象的，哦，因为我们比方我们在画画点点点点箭头箭头箭头，有没有固定的现象啊？没有啊。而且就算我们说哎，我们现在众缘和合出这样的现象，它是不是固定的现象啊？也不是啊，也是一直不断在变的，啊，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缘生，是不是也一直在缘灭中啊？其实一直在缘灭中哦。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形象它本身就是不断的在变化，有情众生生老病死，无情弃世界，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世间的形象，所以没有固定不变的相。那我们所认识的呢，往往是一种什么名跟义而已啊。好，由名那么形成所谓的句子的，有很多的名啊，这个种种的词句是不是会形成句子？这些句子往往都是在让我们去深入法义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去感受到所有的一切法它是不离什么名言相啊。好，哦，我们在讲这一切法的时候呢，其实就很多的语言文字思想的这个名言种子在这里头诶。哦，那么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所权跟能权，能权所权。其实能权所权呢它也是离不开来的。哦，它是无法离的哈，哦，所以说这个好，哦，我们的这个论的本文哈，哦，说相应自性意有没有啊，哦，所分别呢非余啊，也就是说这些相那个自性，因为唯识是不是还是讲有自性啊，所以会有自性它所相应出来的甚深的法义啊。那么他这种法义来讲的话，所分别的呢不是由其他的来分别，是由什么？是由名言的这些字句来怎样辗转相应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些名言字句里头呢，我们就很容易起执着，我们就会以为它是实有的啊，其实我们说它是不是还是虚妄的？其实它还是虚妄哦。
哦，所以它不过只是什么名言字句所辗转相应出来的东西了。啊，所以它并不是实有而不变的。啊，那所以呢，它在这种辗转相应出来呢，就会有所谓的能权所权。啊，能权的会是名，所权的就是义。啊，比方我们用名言来怎样来诠释它甚深法义的话，那个义是不是就是所权啊？哎，所以会有名跟义的问题。啊，那么因为这种权非权不同故啊，哈，也就是说在名义上面呢，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前面257页到259页，当时候也会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去讲解的啊，也就是说会有所谓的名前绝无啊，跟所谓的什么，在257页哈。257页有没有？哎，他这里啊，56页的那个本文有没有一个名前绝无，还有一个称体相为啊？那么名有众多，有没有多体相为？那么由名不决定，杂体相为，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啊，那在我们的435页也是哦，名前绝无。名前绝无所讲的，也就是什么称体的相为哦。那这个第二个呢，叫做名有众多，就是1亿多名啊。一体多名啊，名有众多，也就是1亿多名。还有呢，他可能1名多亿了。啊，会有几个状况哈。一个就是名跟义啊，1亿多名，1名多亿，名与义呢？透过名言，是不是他的能权呢、啊？义呢是什么？所权。因为义是甚深法义，有没有？我们透过种种的名言，其实我们是在诠释甚深的法义，所以甚深的法义是所权的。那么，什么叫做名前绝无呢？就是这个绝其实是在讲义了。如果还没有先立出名之前呢，这个义也是没有的，哎，叫做称体相为。哦，就如同比方我们说，哎，我们在介绍某一个人，是不是要先讲他的名啊？如果我们根本连这个名都讲不出来，我们就很难去讲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他生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往往也是透过名之后，是不是才有义啊？先有名才有义啊。哦，如果名都没有，那义是不是就不存在？所以它并不是称体的，并不是有名一定有义，或者有义一定有名啊。哦那另外呢，就是他1亿多名，啊，有时候一个甚深的含义，它有很多的名称，啊，比方我们一个无分别智好了，它是不是很多名啊？有没有？无分别智又叫做涅槃，又叫做真如，又叫做那个什么，是不是很多的毕竟空？他这个也是甚深的法义哦，他也可以有很多的名，啊，用很多的名言来表示，对不对？
哦，那一个名是不是也有多的义啊？哎，光是一个自信好了，我们说，哎，这个有中观系的自信，是不是也有唯识系的自信，也有真常系的自信？它是不是一名多义啊？这样懂吗？那表示说，其实名跟义都不是实有的，它不过只是施设出来了，公开定的是安内啦。哦，不然吼，这个实在有够麻烦。哎，所以在我们的第435页有没有？啊，它就会有所谓的啊，第二个就叫多体相违，第三个就叫做杂体相违，因为它就复杂哦。啊，一个叫多体相违，以为一个义里头多名，多名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多体啊？但是一名多义的时候就叫做杂体相违，叫做名不决定啊。啊，光一个自信，啊，我们说，哎，光讲自信，大家来定义看看，大家说那真的比较深入法义的，是不是就要问，那到底你要从哪一个系来定义它嘛？啊，那总说呢，也就是说这个名跟义呢，它不是那么样子的，不是实有的了，其实它是相对存在的状态，所以呢一切不可言啊。啊，真理的现象不是只有透过名言是没办法去达到，是不是在碰到真理现象的现前的时候一定要角逐细论啊，但是过程当中又不能不用，所以我们要善用而不要被它绑住，这样理解吗？所以如果比较传统的中国式的讲法，常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佛陀亲口宣说，如果篡改 一字如同魔说，有没有？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不见得很适当。有时候我们只不过要去把它解释清楚而已，可以用种种的方式嘛。好，所以呢总说呢，真理的现象是不可言说，无分别智是不可言说，就因为名跟义它是什么，它是施设出来的而已啊，只不过施设出来的。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